华严经展开的毗卢遮那的法界，它跟西方极乐世界关联甚密。善财童子以及华藏世界41位法身大士，靠自己的力量修行，最终也能圆成佛果。但为什么一定要善财童子这些菩萨们到极乐世界去？这里原因可能很多，但我们从普贤恨愿品书指向的至少有2个原因。第一，是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成佛的速度很快，速即成佛，比他自力修行的过程要快得很多。这是第一个有趣的必要性和价值。第二个，这可能我们平时不一定会注意，就是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必要性，就是种性的改变。阿弥陀佛属于佛中之王，光中极尊，十方三世佛阿弥陀第一。好，那你想靠自己的修行这个过程，就好像世间有一个，比如说世间你很有水平，你在世间科举进士，做地方官，然后很有能力最后做到了宰相，坐在宰相可能就到顶了。但是如果有一个小孩子，他是皇帝的儿子，是太子，宰相见到他也得要恭恭敬敬，虽然这个小孩子智慧能力学问还没有还没有这个宰相来的全面，但宰相会对他这个恭恭敬敬。为什么？种性不一样所以我们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就是阿弥陀佛的弟子了，一去就能得阿弥陀佛受记了。受记你就等于这个世间的学位，受你学士、硕士、博士学位，那是重点大学、名牌大学和一般大学受的学问含金量是不一样的我们到了西方极乐世界，是佛中之王的阿弥陀佛给我们受记作佛呀所以从这些意义上来说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对一切菩萨法身大事都很有必要。所以十方诸佛在他自己刹土都要称扬赞叹阿弥陀佛的功德，都要发遣他座下的菩萨们都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就是出离两种生死之苦的玄妙之门出苦，苦就是轮回之苦我们业力凡夫有分段生死之苦这些二乘菩萨还有变异生死之苦那这个往生极乐世界都能出两种生死之苦，而是成就大乘佛果的结晶很快不逾矩。阿弥陀佛48大愿加持，令我们在3种波推当中，尤其是念波推当中顿然成佛，不需要经过一个次第。我们通途的教理一定是你得初住，再进一步进修得2住、3住那10住、10行、10回向、10地，那这个过程就像爬楼梯一样的，每个楼梯每一层你都要爬到。但是你到极乐世界不一定要经过这个次第了他可能就坐电梯了，他不一定就要经过41个阶梯了所以这就是成就佛果的捷径。